百万黎民眼光星空妙地线，这是百万黎民眼光星空妙地线。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同修代表，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禅解《金刚经》，先世罪业。先世罪业啊，有恶报。相对的，有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所以如何去看出先世有罪业呢？从我行道、弘道、正道三十多年的岁月，发现人的先世罪业寥寥分明。那么如何才能消先世罪业，而有啊这个福报？这就是要修行。修行的法则就是要忏悔，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三毒，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有一次，一位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理直气壮地说：“老师啊，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佛对我这么不公平，嫉妒我？啊，让我全家不杀杀。”啊，所以这位他很不服气，他说：“宗教我不信了，我又没有要你去信宗教，而是信良心呐、啊。良心不信，啊，你光宗教，啊，所以宗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良心。”启发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有多少年？啊，从天上界、天上世界，来到现象人间世界，中间你究竟有多少年在世间上糊里糊涂？啊，所以啊，你必须要懂得，不然的话，你随便讲讲，会害死啊亲朋啊好友的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位先生啊，
啊，他静下来说，好了，那老师啊，我听你开示。我说你现在这一生的烦恼是什么？有因果业报嘛？所以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你自己读，到旁边去读一读，然后你再来回来，啊，跟我讨论。所以他就把这一本《三世因果经》，拿了就到我们台湾祖师纪念亭。啊，那边呢，差不多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午我们快吃饭了，啊，就拿了来到大殿，在王禅老祖座前，嚎嚎大哭，说他错了，忏悔，啊，不了解因果，然后一直在怨天。有人骂佛、骂神，说他都错了，啊，希望王禅老祖原谅他，他今后开始不会再恶口骂人，啊，他绝对会相信宗教的殊胜。和因果业报，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啊，从此之后有时间就来仙佛寺拜佛，啊，其他的时间呢，家己去打拼，家己去做生意，做各种的事业，所以人。每顺时拢有因果业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微信弟子同学们，活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哎，啊，你们要多读，为孩子、为家人、为你的员工布施，啊，来开示，这样的话，你当下就中了一个善报。啊，种下福报，啊，接着你的事业、家庭会圆满，所以这个即是啊修行者第一课的课题呀。啊，上一节我们讲到，有人他为什么啊能够住那么豪华的房子？啊，因为他前世种了很多的善因，啊，善果就会收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大家忽略了，啊，你有福报，买到一间房子，建设一间房子，风水要注意啊。所以风水来生善恶报开始，啊，来生的善报恶报从这里就开始了。还前一段时间，还有某一位建筑师，设计建筑师，啊，他是在台湾国际有名的设计师、建筑师，
啊，但是呢，他的身体很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啊，到处找医生，找了十多年，越医越糟糕，所以在农历的九月七号，啊，就到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一年朋友介绍，啊，他来结缘，啊，结果他的房子对面豪宅，这边豪宅，在前面这里20楼留一个巷，5楼这白虎高起来20楼啊，在这个前面的左边龙边是5楼变成虎高龙低啊，前面刚好一个巷子黄火巷，巷冲进来两只匕刀往里面射，所以住在这里身体很不好，住了十几年，病了十几年啊，因为有社会关系，所以认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还是帮不了忙。我说啊，你不信风水，你不信风水，还是受风水学的吉凶祸福啊。所以啊，要求我什么有时间再去帮他看一下，看怎么来解。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那就等着找时间，或是自己来学。自己不来学，啊，你一定会吃很多的亏。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懂得风水学。我正道30几年啊，去追溯啊，有史以来啊，风水学的奥秘对人类的影响寥寥分明啊，所以风水学你对了，就种下善因；若是错了，种下恶的因，恶因必有恶果出现呐。啊，有如某一个国家来运河，啊，这边呢盖了一个城堡，往这边来，后面背面城堡盖得很漂亮，结果我看到这上断头台，从背后一条河运河开往这边来，就运河啊，断头台啊，结果这个盖好了啊，当时的王朝
上了断头台。啊，猜这个就是因果嘛，而因果力的报偿，风水就是天理，天理，我们不能逆天，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你逆天了，恶报一定到。所以现在我看了很多啊房子，结果房子盖得很漂亮，豪宅，盖豪宅是前生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呢，那么这一生他就享受到先世的福报。但是人一旦发达了，他就很容易将宇宙真理啊，这个风水学、环境学，很容易就不信了。你不信风水学还是永远存在，你信了风水学也存在，那么你信了，你就要会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你不信啊，还是一样，坏则坏，好则好啊。所以我提醒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要把风水学学好啊，把易经啊学好，然后宗教的修身养性把它修好，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以三横一个风水学啊，易经啊，宗教，啊，这个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啊，你要把它灌起来，一以贯之。所以维新圣教的教华，啊，教主就是王禅，这是禅。从里面去体悟宗教、易经、风水三个都不能少。那若是我们悟到了，那我们就能跨越，就能超越，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主日是不凋。学习百万里兵，演过行功妙地线。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了解到啊，宇宙的法则，世间法，出世间法，入世法，出世法，啊，融为一炉，啊，所以，啊，我们的法门，教主是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的教法，是大地环境保护的最上圣功夫啊！啊，这个牵涉到人的因果力，也牵涉到
整个国家的安危。还有如有如啊，这个大陆西安延安黄帝陵，都风水坤荒啊，是别。啊，昆荒它的水啊，直接汇到昆荒，泄一个啊一个缺口，水没有住啊，水一直往下流，没有住，没有停住，所以我在2001年到西安去祭祖。啊，拜祖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个地理风水，啊，当地的官员领导，看我们去了，当然是很礼遇。我看一看，告诉这一位这个领导，我说。这个风水有问题耶，啊，因为这样坤荒，水财库之荒，所以啊，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会被欺负，经济那么不好，就是这个气没有守住，啊，一旦要守住了，啊，那我们的国运，啊，这中国的国运。就会昌盛，啊，就不会被世界的人来瞧不起，经济突飞猛进起来。所以，在2003年，因为2004年，我们追根溯源，尊天华祖，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啊，将有36000众来参加祭祖大典，所以我又到西安去，啊，是黄帝陵去拜祖，去邀请他们来，结果我去2003年。啊，看到这个昆荒大坝堵起来了，啊，整个都水都起来了，啊，黄帝陵，黄帝，轩辕黄帝的陵寝在这里，坐北向南，刚好天运八运，我跟他们说八运，民国。啊，93年，啊，开始会大发，啊，国运会昌隆，啊，正好我们2004年就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林口体育馆，啊，去邀请，啊，大陆方面的各单位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大典。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天下一家亲。所以我去看了，我很高兴，中华民族3族儿女，啊，经济有救了，
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中华文化道统7000年，啊，这个祖德流芳留下来的上圣智慧，可惜，啊，在大陆方面，这里就没有去注意到。啊，当我们把它点醒之后，很快的，1年半，整个就做起来，一个大坝，水堵起来了。啊，水就是财，啊，所以这个是福报。所以风水学做对了是福报，做不对不好的话是业报，先世的业报。啊，所以黄帝陵从东汉时期，汉武帝也来这里祭拜祖。啊，皇帝族，啊，都没有去察觉，啊，这个风水的天机密，偏偏等到2001年，啊，我们在台湾，好多我们师兄一起去了，才看出这一个毛病，啊，点化，所以在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2005、2006、2007开始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就是开始种下了福报。啊，才中国大陆在这10几年来，啊，才这么发达。这个也是祖德流芳，哎，也是祖先的灵情。啊，所呼应，所以我一直提醒鼓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一定要注意风水学，啊，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对国运，有相当相当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来禅解禅释到，啊，三世因果，啊，这个是前人种的因，后人来享受善报和恶报，善报恶报都是后人去承受，所以我们要将善报善因，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把这个风水学把它做好，我相信天下太平，世界会和平，台湾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发祥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广学诸经，要参天量地，要悟宇宙的调和真理呀！啊，那么我们在2020年1月1日，啊，下午1点开始，也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
进到了当下你入宅，若是时间选错了，一个礼拜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不要说哎呀，是天，我是信什么教什么教的，天天是星期天。我告诉你，你会天天神经病哎，天天星期天。所以，宇宙的真理不从一个人啊自我去强辩。啊，这是经得起实践出来的上圣心法。好，我们回到三世因果经啊，来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呢、啊？百恶相转为何因呢、啊？前世敬重孤独人呐、啊，孤独的老人。有一天我们也做孤独的老人，你放心。啊，我们现在就要去敬重孤独人，孤独的老人。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在要涅槃前五年，他就去老人的社区，专门为老人开示佛法啊，这是敬重老人呢，孤独的老人啊。有人问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成佛了，你为什么还要对这些老人啊那么好？佛陀呢告诉他们说，老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时间不长啊，在世间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机会也不多，因为人老了，身体已经不符使用了，所以人会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用这样来教化弟子、教化众生。啊，连一个大彻大悟成佛的人，他也这样不遗弃众生，没有分说老或是少。而一概给予关怀和关照，这是修行人最大的功德天呐、啊。那么各位同修，我们在家里啊有两位老人的宝，可以来敬重，可以来侍候。那么没有父母在的人啊，他也可以去敬重孤独的老人呢。所以台湾现在啊，政府单位啊，蔡英文总统啊，就鼓励大家要成立关怀老人啊，关怀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大孝。现在我们关怀老人，也许是不同家庭的，但是事实上，有的是我们前辈子的亲人，又来世间没有好好修好，所以子女各自劳燕分飞。啊，放下老人家，啊，在家里无依无靠，要吃什么东西还是很困难，啊，所以享受到人生最后一段，
都没有办法如愿，这个有因果律的关系耶。啊，像我们湖龟派出所啊进来的我们的老人之家，啊，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时时关怀，但是我啊交代我们的监护室所有的孙子人脸同修，老人家他来了，我们诚心的款待招待。啊，平时他们要吃饭，啊，我们斋堂，我就叫阿婆呐，啊，那准备好，啊，给他们有义工就来，啊，带回去给老人享用，有福同享，啊，这是我们也是一种修行哎，啊，所以我们能敬重老人，来生一定父母双全呐，啊，若是没有办法敬重老人，啊，那么来生，啊，就会变成我们孤单，出生出来，父母，啊，就早早的回去了，早早的往生了，啊，这个都是因果关系嘛，所以三世因果经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啊？啊，前世敬重孤独人、孤独的人，那爱敬重，啊，那也不要说是瞧不起，啊，再来无父无母为何因呢？啊，前世啊，这个东西怕叫爱狼啊。啊，打鸟人，打猎打鸟打鸟的，所以我在啊71年行道之后，病了一场病很严重，啊，后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救了我，那我。变好了，啊，在农历的7月份，啊，在家里我在打坐，看到好多人哦，有诶无头，有诶无脚，有诶巴肚长啊多，爱拖咧水，很恐怖诶，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向王禅老祖禀报：“我怎么会看到这一些呢？”老祖开示：“啊，你跟这一些有关系，啊，有因果的业力，啊，所以现在你在开始修行，首先要超度的。”啊，超度这一些被你打的鸟、毒的鱼，啊，用这那的灯的这里规矩吧，啊，洗尿器，啊，那小时候嘛，哎，好玩，啊，需要用弓箭、撒娇啊，很奇怪，连在会的鸟啪着地来，哦，好高兴哦。哎，这个，那也要奇怪，啊，那神枪手，啊，那没有想到那是因果律的再造，因果律了开始了，所以老祖开示，赶快要修法，要忏悔，要修法，要诵经念经念佛。回向他们，这因果业报的现前，啊，不然以后，啊，你这个业报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由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不敢去给怕椒啊，也不敢过去抓鱼啊，也不敢各种的方式来捕鱼捕鸟啊，这个种下一个恶因啊啦。啊，那时候还没有啊用啊换背诵经的法仪来超度，啊，就用禅坐王禅老祖传给我的啊心法啊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在76年之后啊，等到这些冤仇大家解冤释结化开掉一熬啊，才老祖开始台中精修院地点前面马路要开啊，赶快找地啊，我找了好多地都找不成，后来就找到仙佛寺这一块地，找到了荒山野外啊，我没有钱啊，当时呢啊两甲半就1250万，我求老祖说怎么办，我很喜欢这一块宝地，我决定要保护这一块宝地。啊，所以求老祖啊给我这个智慧力量和信心能够将仙佛寺盖起来，所以我凑钱凑了啊20万做定金啊，定金啊给完了啊，这个老板跟我说你能够多久能把这个钱给他，这下怎么办啊？那时候1250万很贵呢，很多钱呢，附近呢啊来买700多万就够了啊。老祖还是这个是一个宝地，要负责保护禅山仙佛寺这个宝地，未来是世界和平灯塔，在这里树立起来，在这里养贤蓄才，以后会很多很多的啊弟子在这里修行，包括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在这里修行听经闻法，所以啊，你那个鼓掌，你那唔敢到处挤。啊，那就还好，早期的师兄大家分阶段的来将仙佛寺一个石头一担土啊一瓢饮啊一步一脚印的规划设计，才有今天的维新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啦。啊，这那时候我在建设的过程啊，王禅老祖开示了要种善因，要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所以我才这里指天不挖啊，整个仙佛寺的建设啊就成为一块净土啊，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来整理满山拢是种这个五叶松啊，人家问我说师父啊，你那种这么多熊要创啊，我正常啦，台湾话正常啊，那个国语的就是正常啊，那么好师父啊，那么呢，仙佛寺以后来家拜拜，来家修行拢会正常哦。哦，对，
拢会正常。那么今天各位同学，恁有正常无？所以很多的残疾啊，都视线在我们眼前啊，很多的妙法都要我们以物引物，王禅老子的慈悲，从禅寂山现佛寺啊，一步一脚印建设之后，接着在民国1985年开始，就要开始在全台湾各县市全部要有道场啊，建寺纳贤，因为我们是养贤蓄才嘛，证明义德高尚，习作天下太平，这个就是因果律，养贤蓄才，培养我们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储蓄人才来弘法利生，证明义德，告示大家如何来种善德，啊，天下太平啊！啊，这就是维新圣教共同的天命和本愿呢。啊，这个也是先世的福报，啊，这一生的福报，我们把它好好把它积善德起来。我相信，在1000年后，你们再来看。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些？不相信你再来看，好吧？好好，那啊，各位同学，你是啥人？千岁啊！千岁，千岁，万万岁！所以修行者都是千岁。万岁，啊！所以叫吾皇万岁，吾皇万岁。学习易经者，叫吾皇。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中间。不是物极物极啊，这个就有千岁以上的道法，所以道法希望各位同学们好研究易经啊，道法三千。虽然我们身体这一生用到一个程度，车子就坏了，但是我们的灵性是不灭的，灵性是永远存在的。啊，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当时孔子无道亦已。观之，道就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是无量劫来啊，随时都会再来呢，你会驾驭着什么样的身体，就看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心存的善念和恶念。所以当然一个人善念的时候，就有善果，啊，幸福大事啊，光明面的就有善果。那恶念，想要害人，想要骗人、怪人，啊，叫恶果。这一定的道理呀。所以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未来
世间上人间失，人间失，指引人间的人迈向光明，啊，生生不息的善因和善果，啊，所以你要做到善因善果。黄山老祖在15年前就是开示了一句一对那8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学易经、研究易经、用易经，啊，去作为人生的依归。啊，人生的方向指导师，啊，可以了了分明，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会有恶因的果。所以，啊，《三世因果经》和《易经》文化息息相关，并没有说，哎呀，你是学易经是外道。我什么就是内道啊，那若是没有悟这样讲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善因善果啊，善果有善报，恶因恶果就会有恶报了啦。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时时缅怀着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人类来祈福啊！大家好好诵经啊，共同来祈祷啊，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尤其在台湾，一个海岛的国家，我们要有善因善念。时时来共同祈祷，啊，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祷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啊，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维新圣教应该努力的强项，也是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修行的基本方向和方针啊，这个是先世的善业啊，我们祈求未来世的善果啊，不要受啊恶业的恶果扰乱我们的一生啊。啊！祈愿老祖师尊加持灌顶，大家平安呐、啊！祝福各位。